的唯一标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之所以有力量，正是由于它是经过实践检验了的客观事实，正是由于它高度概括了实践经验，使之上升为理论，并用来指导实践。正因为这样，我们要非常重视革命理论。不好意思，让我们挣点钱，方便点交学费呀，是吧？我的小孩没吃饱，你这给他美的，还是吗？哎，咋都美的歌？岗的下乡子插队的返车北找单位的偷鸡的倒把的小车小车犯法的都老实的啊，大家出门在外不容易，相互照应照应，看好自己东西啊，有什么事就找我，我是列车员，我叫蔡小年。好嘞，好嘞，票换好了，谢同志。哎，同志，是能啥事怎么整座啊？我还想找地儿坐会儿呢，来，我看你票。飞了飞机啊啊，咋一起飞了？不是我的机。你还上哪去了？下了，回下了啊，回下。坐好了啊，你这飞人脑瓜子上了。谢谢你啊。不客气，不愧是警察，厉害厉害，真厉害。多新鲜呢，人家那手是抓坏人的，抓鸡不是手到擒来吗？这叫大材小用，杀鸡用牛刀。我说对吧，王鑫？你这是夸大其词，傻丫子。下来，让他下来。你下来，你买卧铺啊你！哎，大宝谁赢了？哎呦，你妈的吧你！哎呀，皮还得了，还脏了。哎，玻璃爆了！哎，玻璃爆了，你们没看到？没有。哎，我的毛毛掉了，我去了，我的毛毛，哎，让一下子啊，你不让一下子，过一下子，来借库，让一下子啊，让一下子，你不看着没得，同志，同志，哎呀，啥呢？警察同志，我的毛毛掉了，我一直抱着坏坏的，我的毛毛掉了，包丢了是吧？对对对，啥样包啊？哎呀，一个黑色的这么大一个包包，上海牌，上头写了两个字上海，哎呀，我一直包里有啥呀？包包头有三个烧饼。没了。还有半条人参烟，然后还有一包药材。哎呀，我一直包着乖乖头的，咋个就不在了嘛？你们没看到我的包包啊？你慢点说，你说快了我听不懂。哎，你是啥钱丢的？我不晓得，我昨天晚上上的车，上车之后啊，我就一直不敢睡觉，我就害怕贼娃子把我盯到起啊。啥贼娃子你？贼娃子啊？贼娃子就是偷儿哥。哎呀，就是摸包包的，摸包包的。哎呀，就是你们北方话说的那个贼呀，贼呀，贼，贼是吧？怕有贼。对头，这灯就不在了。啥？大伙儿有谁瞅见他包没有？你们看到没得？有呀。哎，不是，警察同志，我昨晚睡觉的时候，我身边不是他们。哎呀，糟了，他们给你下车了。你等一下。同志，你们上车前他这身上还有包吗？看着没得，好像有吧。好像有是吧？对，应该是有一个，我记得。行了，那你跟我来吧。大家等借过啊。哎，小梁，哎，你咋了？咋了？旅客同志们，这大哥包丢了，你看见没？就是黑色皮革包，这么大，斜上。比你这个稍微大滴点，没看见啊。那得赶紧找啊，这马上到站了，一定不好找了。那咋办呢？哎，你们再闪开点。那啥事儿，一会儿到站了，你跟我先下车。整理好。慢点啊，我力这么大，这么大。
大哈。哎，跟这个差不多，但是是穿的是背心。啊，这位同志包丢了，这么大，上海提个包。对对对，这么大一个。咋了？黑色的。我帮你找找啊。辛苦了，麻烦了，麻烦了。来，老李。哎，喝口茶。哎，谢谢哥。你别过来，王总！你给我撒手！放开啥？你干啥？撒开！撒开！撒开！我问行不行？你先给我撒开！撒开！当着警察的面，工人抢包了！我一看你就是追娃子，偷我的包包！哎，行。你说啥？那啥，他包丢了，挺着急的，看看是不是拿错了，就看一眼。就是他偷的。血口喷人！这是我的包，你拿出来看。丢东西确实挺着急的。那是。那我这是给警察同志看的啊，不是给你看的啊！下来，警察同志，你看，你看这是谁的？你坐上。又抢呀！我说啥都不管用了。对不起，对不起，这个不是我的包包。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戴个眼镜你还瞎了？不是这，同志，对不起啊，是我批评的。有病！你再着急也不能抢人东西。不是这，警察同志，你说我的包包还找得到吗？再看着点，你看看有没有还给你的像呢？没得。先给我上车。哦，回你座位，一会儿我找你啊。哎，好好。哎，梁姐，那个发车通知再帮我拨几遍。哦，好。请到站的旅客抓紧时间下车。本次列车马上就要开车了，请到站的旅客抓紧时间下车。同志，不舒服呀？啊，对，肚子疼，得赶紧上厕所。你揣的啥呀？给我站住！我管你了，还顶礼貌我？给我站住！干啥呀？大力，慢慢。别动，拿我点。行，包呢？包呢？这啥呀？啊？我都拉肚子。走。哎，金大同志，都登记好了，检查一下了。你老惦记这烧饼，那药、烟，不比那值钱？那有谁个值钱哦？来来来，你看。人民币小，看到没得？啊！你这招行啊！行啥子嘛？还不是拿给追娃子一锅端了？你们就是睡太死了。哎，是是是。你说你拿这么多现金干什么？啊，我是到哈城啊去提亲的，这个是给老丈人、老丈妈的彩礼钱。你把那钱揣去。这人多眼杂的，你再给整丢了。对对对对，哎，你说好了，我这儿没啥事儿，你可以回去。哎，这可不行啊，这犯错误了。哎呀，我有工资啊，不用这样。哎呀，不是的，警察哥哥，你搞误会了。我不是要把这个东西送给你，我是喊你啊，帮我揣到一下。来，你等等，你揣我身上干啥呀？揣到你这儿安全噻。那个追娃子肯定不敢偷警察嘛。咋的？你这家伙把我当银行了，闹哪出啊你？我跟你说啊，
你的钱丢了，我可以再帮你找。那这揣我身上，那不行，这不是我职责。哎呀，金藏姑姑，你看我拿这么多钱，我紧张啊。哎呀，金藏姑姑，你我求下你了，求下你了。你说我这个钱要是丢了，那我就娶不到老婆，娶不到老婆，我这辈子就完了啊。你这妈呀，金藏姑姑，我求求你，哎，我求，我去了，我去，去，这么多人看着你干啥呀？你帮他忙吧。这个呢叫龙门小大房，然后这里面有个七样。哎，看到没？现在里面这个煤够了。哎呀，你这个是现代化汽车。你看着没？这连点这会儿缓回来了，不害怕了？哎呀，这有啥好怕的嘛？我们这个地方嘛，都是一看好人。那是，啥好人呢？看你后面那小子，一笑像猴似的，像好人。龙大哥，你那也是好横，让他给带坏了。来来来来来，哎，旅客同志们，刚刚在列车上发生了一起皮包失窃案。过一下。乘警汪鑫同志沉着冷静，在火车到站后，哎，同志，这广播里说的人是你吧？啊，是，真厉害，太胖了。哎，你谢谢。来，咱们给乘警同志鼓鼓劲儿。老板，你好，你好。那啥，这都是我应该做的。大家伙看好自己东西啊，别丢了。好。别坐，别坐，老实点。别填了，别填了，还有十个电杆子，基本到了。哇，这谁都瞎火了，电杆子你都瞅得见呢？你这眼睛是泰山老君炼丹炉里炼出来的吧？就靠这吃饭呢，我不好使能行吗？我憋不住了，我要尿裤子了。让一下，
在前面。同志，你帮我看一下前面，看看。你在这守着。好，来。摔了一跤，这摔挺重啊，骨头没事吧？啊，没事儿，啊，真没事啊，真没事。看见你太叔和小娘了吗？他俩洗澡去了。哦，啊，嫂子，你让他给你烧的啥呀？给我们家老蔡烧了双鞋，你给自己的。嫂子，这两天没见，这不抓心挠肝的呀？啊，还说我呢？嗯，你听说老吴马上要出车了，是谁呀？赶紧把那漂亮衣服脱下来，锁进柜子。老吴这一回来，哟，哎呀妈呀，赶紧把衣服拿出来又穿上。老吴那眼睛啊，都直勾勾的都。那我又没啥办法，谁叫我家老吴就喜欢我这样的？这好意思说？你说谁喜欢你啊？我可全听到了啊！夫妻恩爱是好事儿，但一定要计划生育啊！别到时候那袜子一热，啥都忘了。沈大夫在说你和你们家老吴，你沈大夫就搁我家隔壁，天天盯着我呢，我能不计划吗？大夫，这可说不好，人家沈大夫眼睛夜里还盯到你们家里去啊！就是，这得靠自己计划。哎呦，你和你家老吴得好好计划。我呢也是没留神，让那老小子给我伤着。我想没啥事儿，那大夫非让我歇俩礼拜，也好，能回来陪陪你。伤筋动骨，歇俩礼拜哪够啊？哎，把这个碗拿走。啊？啥条件呢？就这么吃肉？咱家这个月的肉票全造光了，都伺候你一个人了。哎呀，哎呀，我给你夹一块。你别动手，就那么两块肉，你再给嘚瑟掉了。多吃肉骨头啊！哎，吃了好的快。看你馋的。加点酱油。嗯，行。你看这参加工作没几天的，方方面面呢都不是很熟，你别那么拼。为人民服务嘛，能不拼吗？
你说你伤成那样，你还咋服？嗯，这火车上啊，啥人都有，遇到什么事情，你多动动脑子，别那么冲动。你说你要再有个啥好歹的，我将来我咋去跟你妈说呀？就这么点伤，两天就好了。这酸菜也挺香。又逮着了，姐啊！才两周手就好了。好了，早好了，多好！上班了？不去。哎，车上撩挺快呀，你还认识我不？这做人方面你不行，做贼真是第一名啊！你搁这儿偷，是不是有点冒昧？你跟这要偷人警服干条大的，这虎口拔牙这出是让你整明白了哈。你跟这嘚瑟啥呢？对呀，爆头。靠着呢。靠着有啥不能蹲的呀？对。挺有劲儿啊！你给我老谢，干啥呢？不对，抓个贼。上次跳车那老贼就是他，手贩子都整受伤了。这回我看你往哪儿跑，老实交代，姓名、年龄、钥匙。啥钥匙？手铐钥匙。姓名马奎，年龄40，工作警察。衣服我帮你领了啊，要是不合身，到时候我让后勤的帮你改一改。没事，不合适回去让我媳妇儿动两针，不就好了吗？是我嫂子手巧，那就麻烦她了啊。啊，对了。时间太久了，我这箱子都锈死了，回头让人帮我点点机油。哎，我正式介绍一下啊，孟鑫，他爸你认识，王永革。你是王永革的儿子？咋了？认识我爸？你爸认识我，我说怎么瞅着眼熟呢？小胖，从今天开始啊，马奎同志就是你师父了啊！能招人贼做父了吗？胡说啥呢？人家马奎也是警队老人了，多学着点。小班呢，刚从警校毕业，以后好好带他。行，那今天就正式上班。哎，马奎，到。这是不是监狱？差点把最重要的东西给忘了。谢谢。
欢迎回来。这老家伙咋回事？别这一个一个老家伙老家伙的，你们的事我都清楚啊，就是个误会。哎，这也算是不大不相识了。马奎啊，在当年也是铁路刑警，可是咱铁路公安头一号的反扒高手。对了，跟你爸也是老相识。10年前，那是68年。在咱们车上啊，有一伙惯犯。那天火车快要到站的时候呢，马奎例行巡视，发现那伙小偷正在作案。抓捕的时候，有一个小偷跑到餐车里。杀人罪，被判了12年的有期徒刑。老马，干啥呢？老马是你该叫的吗？没大没小。那叫啥呀？马叔、魁叔、师傅，选一个。随你。老马识途，多好啊！来，马奎一直给上面写申诉信，可一直没有结果。直到几个月以前，死者的两个同伙因为盗窃落网，人赃俱获。那两个人呢，为了立功减刑，就把10年前冤枉马奎的事情给供了出来。可是马奎不知道啊，那天趁着雨夜逃跑，是要亲自去申诉的。其实那天，他是被专案组带到咱们这儿来重审案情的。他的案子属于冤假错案。干啥呢？这不警察吗？跟在我腚后头查我呢吧？你这话说的，我查你干啥呀？那么，你这刚回来，咱那有很多规章制度都不一样，你有啥不懂的可以问我。行啊。那先谢谢您了，不客气。把你手腕子弄伤，也不能全怪我，谁让你死抓着我不放的？那是我职责，手断了也不能撒开。要不是看你穿一身警服，我手上才留了3分力，不然你就得上石膏打夹板了。哎呀，真幽默呀！我刚才差点给你塞衣柜里边，还搁那吹呢。冯凤，咱俩比划比划。跟我干，小心点。什么动静？吃咸了，有点齁得慌。你小王叔叔命苦啊，没有糖了。
爸，嗯，领导给我安排了个师傅，叫马奎。谁？马奎。他出来了。啊。我说巧不巧，我之前那个手腕子就是他给弄伤的。他说跟你挺熟的，那以前咋没听你说过呀？哦。就我们共事那前儿你还小，后来他犯事儿就进去了。他那个案子给平反了，不仅提前出狱，还恢复了警籍。平反了？嗯，冤假错案，冤枉他那俩人给抓住了，这事儿全都招了，所以他就给放出来了。哦，你们俩挺熟的，他这人咋样？挺好的，挺有本事的。有啥本事？有一回啊，这车上有个杀人犯，被人发现了，想跳车，结果啊，这身子都跳出车窗外了，那手让马奎一把给薅着了，火车紧急制动，那也得一会儿才能停下来呀。马奎就这么着，就一手抓着车窗，一手薅着那个人，一直到车停下来。你说他这个手劲儿大不大吧？那人手腕子是骨折，那就不知道了。他这手劲儿为啥这么大？娘胎带过来，自个儿练的呗。哎呀，也不知道这个领导是咋想的。你说他刚出来，这能教我啥呀？我回头找他们说说。你说啥呀？换个师傅呗。这手腕子劲儿大算啥本事？这个人还是有点能耐的，啊！再说，既然组织上都这么安排了，你就听话，好好跟着他学，啊！行，我喝口水去。赵遣伐燕，苏代为燕魏惠王曰：“今者臣来，过易水，傍风出抱瀑，而啥字儿？而欲啄其肉，傍何而？”这古代人咋就不能好好说话呢？燕子，哎，你帮我看一下，我去趟厕所。好嘞。同志，您要点啥？还记得我吗？瞅着有点眼熟。今天晌午，我在你这儿打了一瓶白酒，你闻闻。咋了？拿个碗，拿个碗。你自己尝。工作期间不能喝酒，到底咋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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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咋了？啊，酒里掺水了！我喝了20多年地瓜烧，这酒里一掺水，我一尝就能尝出来，甭想蒙我。你说对水就对水了，我闻着酒味挺冲的。再说了，就算对水了，你凭啥一口咬定是我们对的呢？没准是你自个儿对的呢。这地瓜烧在我们店里最贱的酒，都懒得对水，不够费功夫的呢。喝不行少喝点啊，赚便宜没够是吧？哎，你还挺有理。哎，你就说吧，今天这酒你给我给不给我换吧？你，我问你，
你打了多少酒？打多少？打一勺啊！打多少？一勺。啊。这勺吗？对，就这勺。同志，您可看仔细了，我们这可是标准的一斤勺，你打了一勺酒，那瓶里的酒哪来的？这咋还越喝越多啊？喝多了吧你？你别给我扯没用的，你今天你就说你这个酒给我换不换？你要不换，我你怎么着？我怎么着？我怎么着？我把你这点了，我怎么？我把你这点了怎么着？这可是国营商店，少跟着撒酒疯。要进派出所，出门左转。我什么都怕，我就不怕警察。哎，你吹完我还有，你吹完我还有。哎呀呀呀呀呀呀！你干啥呢你啊？你松手，再见。哎呀，你谁呀？哎呀，哎，手劲挺大呀。我看得真亮的，咋的？要一把火把这点了，真点了，你下半辈子可就真没酒喝了。没有，不是，这自个儿家妹妹闹着玩呢。我看这事儿就算了吧，行不？保不准你媳妇儿怕你喝多了，悄没声的给你那里边兑水了，你不知道。不也为你好吗？哎呀，还真是好！哎呀，谢谢警察同志，先走了。你咋来了？那啥，打点酱油。你这破鞋垫儿的，你看给我手都刷黑了。哎呀，吴啊，你瞧瞧你这鞋垫儿啊，这一盆水不够洗你这一双的。干这个的没招。正应了那句话，远看像要饭的，近看是实蛋的，仔细一看鸡骨断的。哎呦，你二，显着你了。这话接不住掉地下多闹心呢。我听说你上头给王鑫派了个新师傅。对，这谁老马。马奎原来跟王鑫他爸跑一趟车的，俩人处得跟哥们似的，按辈分那还是王鑫的大爷呢。王鑫这小子体能一般人镇不住，那老马也不是一般人。再说了，那年轻人摔打挺好。听见没，小娘说你呢啊。你说他干嘛呀？人小娘有眼力劲儿啊，会说话是吧？不挺好的吗？全是嘴上本事，没长正经精神头。你看你跟你不了解你儿子，就说小年儿哈，早晚列车长的料。是啊。小子，你行吗？说行不一定行，说不行不一定就不行。行就行呗，不行就不行呗。意思是行。他说他不行。不行也行。我说我徒弟行，他就行。嘿，都出顺口溜了。嗨。啊！哎，死了！来，小芳，嗯，
你别总吃菜啊，吃点肉。那不，我不爱吃肉。咋还不爱吃肉？原来你不挺能吃肉的吗？哎呀，你多吃点，补点油水。淑芳，我回来了。以后你可以喜欢吃肉，啊！来，把嘴张开，张嘴呀！哎，来，燕子。嗯，对了。听我这饭粒儿吃饭，那叫吃饭吗？这吃饭就得虎实点儿，大口吃才叫香啊！你看看爸爸，这样，嗯，燕子呀，打小就这么吃饭，要不他怎么瘦呢？嗯，爸，嗯，你以后能不能别去我单位瞎溜达，整得跟巡逻似的？我都多大了？路就在前方，一行人一路乘飞扬，晚灯照千百响，转眼炊烟满堂在他乡，途中路过多少人啊，沸沸扬扬，崎岖极端峰回又一趟，若你问我此行千里为何匆忙，那答案是心怀家和远方。我们停不下这脚步啊，匆匆忙忙走过多少时光，哪来北望的路，一步一响，愿我们始终热忱一往。都说爱人生一世也落一秋，归来的人啊不回望，这一趟冷暖问两趟，只会牵回头，我仍值得牵。